质量相同的 AB 两球只受重力作用，B 的动能是 A 的两倍，A 的高度是 h，则 B 的高度为多少？那往上丢啊，其实就是动能最后转变成位能。所以同学们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里面的速度平方跟高度是成正比的。那题目就直接跟你讲，整体的动能叫做两倍啦。那当然，高度也就是几倍，两倍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很轻而易举的就找到 B 选项。